希特利 JT3500 型轰炸机。今天在修这个是他这个地方玻璃破裂啊，他门整个脱落啊，我把它拆下来，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横杆，啊，用螺丝把它固定起来。啊，这边那个是滑杆，这个也是滑轮，滑轮的螺丝补一颗，把它掉了。啊，这外面呢，外面是三颗螺丝哈，啊，这边明显破裂的，我就把它补起来而已。啊，本来呢这个门是不能关的，啊，我现在因为里面把它固定好之后，它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了，所以可以关，可以卡住了，本来卡不住的哈。